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平安。让我们首先来问候我们身边的人，新年快乐，喜事盈门，主恩满意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们现在按中国人的习俗，我们还在年里，所以你看我们敬拜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穿了红。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新的一年红红火火，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边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来一起欢喜快乐地赞美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是我们喜乐的泉源，阿们。你是我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喜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。你是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改变。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在你的面前摆上，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来敬拜你，阿们。真爱我，毫无保留，我敬。
从神面前，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。亲爱耶稣，亲爱耶稣，你真爱我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，因你舍命，我回到父神面前，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你喜悦我向你歌颂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高举双手全心敬拜你，敬拜你，我要一生敬拜你。亲爱耶稣，你真爱我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，因你舍命，我回到父神面前，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，我要一生敬拜你，在你殿中瞻仰你荣美，在你丰盛恩典中我欢欣歌颂，在你救恩盼望中我灵哭出快乐。
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你声音我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愿你悦纳我们，让我们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，在新的一年继续在你的面前燃烧。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，你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我大能力。再次将自己献上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我大能力，使我瓦器里充满我大能力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巴不得这首诗歌再一次挑我们对神的爱，在这个看起来环境极端这样一个不稳定充满了危机的时代，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。让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敬拜的时候，巴不得再次能够激励起我们对神的爱。我也相信无论环境如何，神的恩典永远不会改变。巴不得我们教会在今年不要惧怕，继续向前，这样一个主题当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学习来跟从主。面对我们人生的困难，面对我们家庭的问题，治安、物价看起来都是不那么好的环境当中，却是传福音一个最好的时机。让我们抓住时机，勇敢向前，让这个教会再次被主来大大使用。我们当中生病的肢体，孤单的，欠债的，窘迫的，心里边忧伤的，今天早晨就求圣灵亲自咱们当中来做医治扶持的工作。让我们不惧怕，也不害怕，也不灰心，勇敢向前。你的宝血今天早晨也厚厚遮盖这个地方，让我们这个场地和每个人心被你的宝血所洁净，让来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来敬拜主。谢谢你，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